连续两场大败，包王输得无话可说。话说陈辉现在已经是摆烂的状态哈，两年多这个水平下降很厉害哈，但是打包王居然两场都赢了包王，而且比分很大哟。看来陈辉就是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啊啊！再怎么输，再怎么不强，但是三问依旧很厉害呀。而且三问的这个除了啊要有实力，运气也非常的重要哈。霸王这是在干嘛呢啊，输也不应该输这么多呀，这是在养陈辉吗啊，养着陈辉打呀。好，开个玩笑啊，这一波一上来就被一个小五弱啊狠狠的打死了小五强。哎呀我的妈耶，猴子是大五强啊。哎，抱一个啊，抱哥不要跑，抱一个，抱哥不要跑，想你了。踩一下啊，没有踩到好点。好，完了，这下要接必杀了哈，跳息之后下 A 两点带入必杀。继续下一点点点试探一下啊，一边后撤一边空防。哎，这一波扎刀应该有了啊，有了。好，必杀。喂，后面还是一个五弱啊，一个棍子啊。陈辉玩棍子很厉害的哈，以前他的这个棍子曾经单挑过这个吴志辉啊，吴志辉差点就翻车了哈。继续飞，我就不过去了啊，我是一个小五弱，等你过来吧。嗯，敲你的头，敲打一下包王。哎，升龙这一波太准了，这一波被预判了哈，而且这个行进的路线刚好是一个升龙的位置。哎呀，克里斯好，刚一个跳低可以动拳接上。喂，又晕了兄弟，直接被打晕带走哈，厉害哈。好，关注谢兄不会走丢。